小心小心！哎呦，那边，我靠！干你俩全亮哎！我现在一心瑞龙，它整个路全部炸掉，然后整个一起喷我，然后我赶快过来，赶快过来！哪里？在哪里？在下面！给来！不要走！爆炸！这个天下去！爆炸有如核爆，台湾第二大城市高雄火焰冲天。前晚八点几，消防接报话市中心闻到疑似煤气味，消防到场检查，以水雾稀释气体，但气味越来越浓。很明显有瓦斯味道，确实很味道很重啊。那大概过了两个小时，11点多、12点多就，就整个爆啊。你好，怎么样？撞到我？下没有，前面。哦，爆炸！爆炸一波一波咁嚟。哇靠！你好啊，之后楼层。哎，那位冒火。哦。啊，不要！这边。哎，冒火。火球有成15层楼咁高，渠盖被炸飞，气体沿地下管道扩散，爆炸威力好大，三条街几百米长嘅沥青路炸爆晒，有汽车成架抛上3楼，有人抛上4楼。我要冒气啊！我要冒气啊！别担心，别担心，下面有3个，这边里还有2个。目击者话，唔少人喺瓦砾堆入面被拉出嚟嗰阵，口鼻渗血。这边怕被停上，你睡。快！组后面跟上。当局出动过千名军警搜救。事故造成至少26死、285人受伤、2人失踪，死者包括4个正在现场调查的消防员。初步调查相信是地下管道泄漏丙烯导致爆炸，但暂时未有石化公司承认责任。辨别是非，用到飞起，熔岩酵素选多种蔬果制成综合酵素，帮你保持美好身段。熔岩酵素万能独卖。